王副市长，还有财政局欧局长，主计处林处长，还有两财政局以及主计处的各科主管，各位同仁，还有府会联络席的各位联络员，还有媒体各位先生小姐，大家早安。今天我们轮到财政跟主计的一个工作报告。那么首先我们由财政局欧局长做五分钟工作报告，后来再给主计处长做五分钟的工作报告，谢谢。副议长、各位议员、理事先生、王副市长、各位同仁，大家好。那么很高兴呢，现在代表财政局在这边给各位做工作报告。那么首先呢，我们来介绍我们财政局的服务团队哈。我们的副局长李淑仪，主席好，议员好，请坐。我们主任秘书蔡美淑，主席好，议员好，请坐。我们的专门委员哈杨素云，他也是我们的常任的这个府会联络员哈，杨素云哈。谢谢。另外呢，我们还有专门委员江义坤，那么他现在呢也是兼带我们公用财产科的科长，江义坤。主席好，各位议员好。好，谢谢。那我们的财务管理科，简雅慧，雅慧杨科长。主席好，议员好。好，谢谢。那我们金融烟酒科的汤发轩汤科长。主席好，议员好。好，谢谢。那非公用财产科的科长蔡燕芬。主席好，议员好。好。谢谢。那我们集中支付科的科长陈秀美，主席好，议员好。好，谢谢。那我们的秘书室主任哈刘淑媛，刘主任，主席好，议员好。好，谢谢。我们人事室主任梁敏秀，梁主任，主席好，各位议员好。好，我们会计室主任董建忠，主席好，议员好。好，那我们政务室主任出缺哈，那目前呢就是由黄宏志黄主任来代理，主席好，议员好。好，谢谢。那么财政局的书面的这个报告呢，请各位参阅哈。那么我现在就做重点的报告啊。那么我们这半年来，我们在这个总预105年度的总决算哈，我们的税入的总决算的数字出来哈是829亿，那税出的决算呢是887亿，那么税入出的差短是58亿。那么透过这个举债啦，还有还本这些呢，我们的收支的差短是34亿。当然这个数据呢还必须要经过审计师的审定哈。那么106年度的这个税入出预算执行的情形啊。税入的预算是870亿，那么到4月底呢，它执行的是290亿，税出预算数是1022亿，那么执行的是324亿。那虽然有差短，这个差短主要的是因为年初啊有年关这些重要的这个的支付。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有拨这个2季的这个给教育基金，还有我们的税期还没有到哈，像我们重要的这些税，房屋税是各方面都还没有收到，所以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差短。那么债务的情形的话呢，也是大家所关心的，我们目前的这个短期的债务呢是合起来是200亿啊，那么比我们改制之前哈、是减少了62亿。那么我们的人均负债是每一个人是0.93万元哈、那么是全国第四低的。那么大家关心的，我们目前还有多少的借款的额度呢？如果106年度的预算执行完毕，全部借进来的话呢，我们还会有875亿的这样子的一个赊借的额度啊。那么另外我们的烟酒管理啊，那么我们的合法的这个烟酒的这个制造业哈、有44厂，进口的这个家数呢有105家，那么零售的业者有20000多家哈。我们主要的工作重点呢是对于法令的宣导，还有这个专业人员的训练哈，还有办理讲习跟座谈会，加强专案的执行，还有对这些业者做抽检，那么来取缔违法，来保障合法的业者跟消费的大众。那我们的做法啊是以辅导为主，以财罚为辅，甚至于我们就这个不合理不合时宜的这样子的一些法令呢，来建议中央来修法。那我们的财产管理的部分，我们的市有的财产总量哈是达到了3890亿。那么这些的财产呢，就分别由各个使用机关、管理机关在管理。当然，这个包括动产、不动产啊。那么财政局管理的部分呢，就是只有非公用的这个建地。那么改制之后呢，我们知道财产接下来是很庞杂的，那么我们陆续做了很多的这些的计划。我们对于这个公有的建物哈，我们做了清查。我们对于公所这个土地，我们也做清查啊，也做辅导公所来处理。那么对于非公用土地呢，我们也是清查，甚至于我们清查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列管继续处理。那么对于辖外的土地，我们接收了很多这个公所当时的
的这个辖外，就是在我们桃园以外的这样的土地呢，我们也做清查哈。另外支付的业务呢，我们是办理全市451个机关的这个库款支付哈。那么我们是以这个简化行政作业来提升支付的时效作为目标哈，来保障我们这个债权的这个受款人哈。那么以上呢，我们各科的重要的业务做这样的报告，我们也非常谢谢议长、副议长长期以来对本局哈这个的督促哈。那么在我们在市长的这个领导之下哈，我们一定会秉持着这个稳健财政、稳健这个执政的这样子的一个原则来处理哈。那我们会非常兢兢业业的，那么请大家放心，那么也请各位多多的指教。最后呢，我们还祝福这个我们的大会是圆满。好，谢谢，请坐。接下来我们请 林处长做5分钟的主管介绍跟工作报告。副议长、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安。首先感谢今天的安排，让本人有机会列席报告主计处的工作情形。那在报告之前先介绍本处的主管。那首先是副处长李荣吉，主任秘书黄文琪，专门委员张厚凯，专门委员黄训佳，预算科科长杜小莹，基金科科长蔡立文，会计管理科科长周王慧，公务统计科科长黄家鹏，经济统计科科长黄静婷，秘书室主任林秀元，人事室主任谢碧如，代理会计员赖佑群，兼任政风员王佩琪。那接着就对本处现阶段的重要工作执行情形在这里做报告。那主计的业务有包括税计、会计、统计这三个部分。那以下呢就这三个部分呢分别来说明。那在税计业务方面，首先呢，我们整篇完成106年度桃园市的总预算及附属单位预算，并依法来发布施行。那第二项我们是研定适用本市的相关的税计法令，那供本府的各机关来推动业务的参与。那第三项呢是审查本府的各机关105年度的预算保留的申请案，来供各机关来办理结算。那第四项是编造完成105年度桃园市总结算与附属单位结算，并且已经送桃园市审计处来审定。那第五项是督导富金区公所依法来编造105年度的总结算，来协助他完成法定的程序。那在会计业务方面，我们首先呢是会诊编制了本市的总会计报告，来适时提供财务资讯。那第二项呢是研定了桃园市的总会计制度，来报请行政院核定。那第三项是辅导各个基金来办理他们的收支管理及应用办法的修订，来完备他们的执行依据。那第四项是办理政府会计相关的教育训练，来提升所有会计人员的职能。那在统计业务方面，首先呢是辅导了本府的各机关修订他们该机关的公务统计方案，来缜密管理他们的公务统计的资料。那第二项呢是稽核本府的各机关统计业务的执行成果，来落实统计工作的执行。那第三项呢是辅导本府各机关建制并定期更新他们预告统计资料的发布时间表，来强化政府统计的公信力。那第四项呢是配合工商及服务业普查的那个作业，那本市的那个受查户大概有10万家左右。那至于未来主计处这项工作要推动，
首先是筹编107年度本市总预算及附属单位预算，那第二项呢是要配合中央来推动公务机关的新会计制度，并且来办理相关的教育训练，让整个会计的变革能够顺利的接轨。那第三项是收集本市重要的统计资料，来建制视觉化的统计图表，来强化我们统计资讯的服务。那以上是主计处现阶段的工作执行状况及未来努力的方向简要报告。那敬请各位议员支持与指教。好，谢谢。好，谢谢，请坐。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按照我们议员同仁登记的次序来做发言。首先第一位我们请陈美美议员发言，谢谢。谢谢副议长。好，我想先就教育我们欧局长。好，陈议员好。我们这个106年的税就是总预算的税出啊，好，跟105年比较起来哈，也增加了蛮多的哈。那今年哈，这到四月份哈，那个106年到四月份哈，你在报告当中哈，那个乡底处之后有1.85亿元嘛哈。那我们目前呢哈，这些桃园呢哈，有一些重大的建设哈，也在持续推动这。对于后续的这些财政的部分呢，哈，我们有特别掌握吗？谢谢陈议员的指教哈，对我们的市政建设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也都随时在注意哈它的这个进度。那么因为呢，我们财源的筹措一定要配合这些重大建设的这个进度，这是我们有在关心注意的。那至于呢，你看它今年的这个执行的情形，看起来好像税入税出有这样子的差短，那你会担心呢？但是已经编在今年度预算里头的部分，我们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呢，我们也。本来的估计就有这个有它因应的这种方式，就是也可以借款这150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额度。那么目前呢，它是有差短，没有错。那将来的话呢，我们每一个年度的这个预算哈，我们在编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用滚动式的，就是像有一些是比较次要的，或者是说不是一次性的，或者是已经执行完的，那我们就会把它拿掉。那么用这样子滚动式的检讨这样的预算，那么我们已经都估计了，凡是各项的重大建设，在它要执行之前，要他确定之前，我们都会经过这样子经费筹措的这样的一个评估。那么这样评估是可行的，那我们才会放进来。因为我们不能够说没有钱我们就不做，那我们会要把这个资金呢，把它做最好的调度。因为像不管是我们今年度也开始要执行的这个绿线捷运呐还有就是有一些道路的这些规划要开辟啊，还有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福利的这些补助政策啊，我们在各局处的部分他们有一些地方上的这些相关建设的部分，中央的部分有目前有一起共同来分担吗？目前有新的共同分担的这些费用吗？有，谢谢陈议员的指教哈，谢谢议员的意思就是说，这么多的支出，这么多的建设哈，那么各个建设呢，是不是这个经费呢，全部都由我们负担吗？并不是的哈，我们知道，那么这些经费呢，有一些我们就会积极的去争取中央的补助。好，中央的补助。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会引进一些民间的资金啊，来共同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建设。那么当然呢，有一些是属于自偿性的建设。那么自偿性的建设呢，那么它有它回收的这个机制。另外呢，我们它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它是可以借款来因应的，它是不受公共债务法的限制。我是希望说哈，这些重大建设在推动的时候，我们的财务各方面哈也是要非常注意的哈，因为我们不能一直举债太高哈，这样也会影响到以后这个执行哈。再来哈，就是我们现在啊哈，刚才也有提到说我们这公有土地被占用的部分哈，有。差不多444笔嘛，哈啊，已经有补偿金的有113笔，撤销的有1笔，那其他剩余的部分，大概多久会
来做一个就是规划和执行。嗯，刚刚讲的这个444笔哈，那个就是区公所哈，它属于公用的土地，那被民众所占用的这样子的情形。那么这个执行起来呢，确实它有它很多的历史的渊源哈。那在处理上面哈，会有很多的障碍，但是呢，他都一一的去排除。那么从他这个444笔呢里头哈，目前哈已经减少到271笔了。那么他的执行进度已经达到将近40%哈。那么我们想这一年多来，那么公所也是非常的努力。那么希望议员给他们一些时间，我们会辅导他们慢慢的怎么样的去把这些过往的这些的历史因素去把它排除，然后能够达到这个不要继续被占用的情形，是不是？那我们哈现在哈有很多一些局处啊哈，它变成说办公空间不够。那我们目前哈所管理的哈这些就是公有的相关的厅舍哈，目前都已经有在使用了吗？公有的厅舍哈，一般都有在使用。当然有一些是从公所接下来的时候是有一些是闲置的哈，目前是有，我们有列管一些。但是呢，这些闲置经过他们再去清查的结果哈，那么他有的一些就是有的是在诉讼中的啦，有的是准备拆除的啦，那有的呢是已经提供出来做使用的，像做仓库啦，或者呢有的甚至于发现这个它是属于一个历史的建筑，那么这个一个一项一项的呢，大概有7-8项的这些的情况哈，所以呢这些呢各机关也都在积极的在处理。那至于可以排除占用的，可以拿出来使用的呢，也有提供出来做使用的哈，那么这个呢，我们都在努力。这我是后续哈有相关的资料再提供给你。好，这方面的资料我们可以提供用。再来哈，就是现在我们法院那边哈也迁到新的地点嘛哈，他们那个就是原法院的那个地方啊哈，目前我们有跟他们争取来做后续的一些规划嘛。哦，议员讲的就是那个厦门街那边那个守法路那个司法园区哈，它的基本上它的土地是属于我们市，以前是公所的，那么改制之后呢，就是我们市有的，基本上土地是我们的。但是呢，因为建物哈是属于中央的，那么它的这个以法院跟这个地检署他们呢预计能够搬迁的话呢，要到109年才能够完全搬迁清楚。但是呢，这段时间我们必须要去努力。那么我们会朝着这个建物的部分呢，我们来办理拨用，办理无偿的拨用，让我们来做规划，那至于做什么用呢？因为还有一段时间，真正的能够用的时候，还可以让我们有更好的意见进来，然后让它做一个更好的规划使用。好，谢谢。好，谢谢，谢谢陈议员。林处长，我想就教育哈，我们哈有很多哈相关的这些哈基金的预算嘛哈，公务部门的部分呐哈，那对于这基金的这些相关的预算编列还有执行哈，我们主计这边有去了解吗？我们每个月都会审视他的那个报表，好，还有就是他的执行状况。那如果他执行状况稍微有点落后啊，那我们呢会积极的啊，然后发函啊，甚至去辅导他们啊，做好那个他们的预算的执行工作。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单位啊，它的相关的这基金的运作，我们也会非常希望说能就是给他们这些费用之后啊，他们能够有效来执行哈，这样好才不会辜负他成立基金哈当时的哈一个相关的哈处理嘛哈，我是希望说这方面呢哈随时哈，都我们主计处这边哈，也要随时掌控哈它的相关执行的进度。好，议员的指示，我们会确实来办理。是。好，谢谢。好，谢谢，请坐。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请陈志文议员、郭丽华议员、林正贤议员、林丽玲议员、黄景熙议员、李淑珍议员、许清顺议员以及杨朝伟议员，8位议员共用40分，请开始。谢谢。时间自行调配哈。好，谢谢副议长哈，那周局长哈，林议员好。我们市府去年标售了多少土地？去年标售了有，其实有，
当财长你都不清楚。没有，因为我们有标售出去，结果他没有来承买。嘿，大概金额多少？金额是2700多万。收到的两千七百多万。那今年度呢？今年度我们也标了，再也收了2700多万。今年标出七笔。那105年的税入短差就120亿哈，那结算大概会多少？百年度。105年度的哪一个的预算？去年嘛，去年的结算数大概会短出多少？我们税入跟税出。整个总的哈，我们估计是58亿。58亿。那我们今年的税入税出又增加到150亿，你认为我们会短差多少？150亿，因为目前的执行的状况哈，还没有办法，还没有过一半，所以比较难去估计它。哦、控制不好啊。但是哈，我们控制不好。哎呀，希望你要加强啊。好，我们努力。好不好？好。那目前呢，我们的前瞻建设中啊，我们中央补助了，中央有补助嘛，有核定嘛，现在大概还没有确定哦。那么我们本市需要负担的金额哈，大概是多少？因为我们有四大建设就2283亿，中央补助1057亿，那我们加上自偿性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建设，那我们市府大概要负担多少？你知道吗？我们市府大概需要负担的，包括自偿，包括非自偿的，应该是1300亿，1300亿，1300多亿，包括自偿的哦，还有办法负担1000多亿吗？包括一座，因为、这个、还有八，我们你刚才讲了，我们只剩下800多亿可以建嘛。所以我们讲你这些建设的话，你怎么去负担？我们讲哈，这个你讲1300亿来讲的话，其实这个建设是一个将近超过十年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所以它不会是一次就要1300亿。知道。更何况这1300亿呢，有一些是它是属于自偿的，就是说它其实是可以回收的，它是可以回收的。那这种的话呢，去贷款没有问题，我看去借款。你们这几年来税入税出都非自偿的部分哈，非自偿的部分也不过才500多亿。那500多亿如果10年的这样子来规划的话，一年大概50亿的这样子的规模哈，事实上在我们的税出的是能够负担的范围，没错。啊，那你将来如何达到平衡？你再简单说一下。怎么样子达到平衡？哎、对，您的意思就是说，当年度的预算能够达到平衡、哎啊、是吗？啊、那因为。这个其实哈，我们的弹性是，老实的说哈，我们的财政的弹性是非常的小，是非常的小。那么主要的呢是税收，但是税收呢里头的这个最大宗的土地增值税，在这个地方呢，就是靠景气了，所以景气非常重要。好，那我也希望你多多加强哈、哦。那个我们现在占用土地444笔哈，你排除了，现在变成剩下271笔嘛，对不对？那我也希望说哈，我们希望将来还是加强，那让占用土地啊接近零了、啊、哈。那你有没有统计过哈？我们旗下管理的房舍有既有历史价值的哈，你们有没有统计过、啊？因为有历史价值的都会归到那个文化局的这个历建的部分去，总数我们没有，但是在我们所管的部分哈，我们所负责的非公用财产的部分呢，是有一些历建没有错。像我们规划成为立建的，就像景福原来的景福派出所，就在大庙旁边的那个，现在就是规划成为立建，有一些，希望有些是，但是整个总的我必须要请文化局，好好保存哈。好，谢谢，好，您请坐哈。嗯，您，我们林处长哈，我请教你哈，谢谢。是，我们的经常文平均的比重啊，逐年增加哈。一再的负担，我们104年的总预算呢，资本门占税出比为23.27%哈，105年又23.07%哈，那106年的总预算呢25.86%，将来看起来会逐渐增加哈，那各项的重大建设工作恐怕会受到影响，那个。你主计处长哈，你对这个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的看法？跟一座报告，其实市政府哈在编的那个资本门啊，是比重啊是逐年在增加哦，因为这几年推动的市长
推动了一些重大的建设，其实资本们的比重是有增加，甚至在六都里面我们的资本们的比重算是名列前茅的，就是在推动桃园的建设，是这样的。第三名啊，是这样会不会将来会不会你认为会影响吗？那你在第二页的报告里面，我们营业收入，本市的营业收入总收入 16.49 亿，总支出 18.55 亿，亏了2亿600万，这是不是 能说明一下这是怎么回事？那个哈是地方教育发展基金啊，地方教育发展基金因为它有累计盈余，累计剩余，那累计剩余它在预算的编列哈，它可以让它短促啊，因为它可以用那个累计剩余来弥平这样。好，谢谢哈。是。啊，谢谢林正贤议员。我想咱通识啊，是咱六都内底上我升级的一个第六期，那么相对的条件当然会比别人较歹吼，我知啦。你这五条弯路，你就知影讲咱桃园啊是上落后的。有很多需要在急起直追的。对。所以讲，就从咱第市长啊就任了后啊，就真大力来这个建设。对。而且提高了这个社会福利，这种种，但是啊，中央针对财政收支划分法，以民国40年颁定的，甲民国88年经过700-800次的这个修正，并无对咱桃园有啥物加分的效果啊。尤其出举一个咧，伫顶年，伊这个105年，咱的税收总额1930亿内底，咱才分了偌济？咱除了地方税，啊，再来就是这个统筹分配税款，以及了计划型的补助，咱才分了680亿。哇，安尼对咱桃园的财政是完全的无公平啦！啊，好佳哉，伫今年的10月的时阵，咱行政已通过了这个前瞻计划，予咱的地下化。以及了捷运绿线，以及捷运绿线要延伸到中立，这三个大的计划，那么有一个着落。我即摆要局长、副局长五条的这个原路啊，这个财政拢你伫管的吼，互你短短三分钟内底来说明一个前瞻计划的争取，对咱桃园的财政有啥物帮忙，有啥物帮助？谢谢黄议员哈。那我们知道哈，这个财政哈一定要支援建设，那这个建设呢是不是需要的，我们就必须要去评估。那我们的这个不管是捷运建设或者是铁路地下化，都是我们桃园所必须要的建设，因为我们要让这个桃园哈能够在一小时的这样子的一个北北桃机这样子一个生活道路生活圈哈，这样子能够迅速的形成呢，才能够提升我们桃园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力。所以呢，这是必须的。那必须的话呢，其实我们桃园比其他的县市都提早走了，在提早起步了，所以呢，我们是已经经过详细的评估。那么财力，不管是财力或者是各项的环评，那么甚至于都中央是已经核定的，现在就是等这个钱的到位。那么很不容易呢，有这样子的一个经费，中央能够有这样的计划下来的话呢，对我们的财政的资源是非常大的帮助。谢谢。好，我是希望你就是说要说清楚、讲明白。那么这些前瞻性的计划款项到位了以后啊。到位了以后啊，对桃园的财政有所改善，有所帮助，好不好？因为建设是可以支援财政的，培养财政。谢谢。谢谢。好，谢谢。我刚刚有听到建设是可以支援财政的，建设是可以支援财政的话，那跟区段征收可以增加这个底费地的收入，可以增加我们的。区段报告不但能够增加收入，其实它可以增加很多我们的公共空间、公共的用地、公共的建设，全部都会透过这样子的来建设起来，甚至于能够带动民众哈，让民众的这样的土地的价值整个是提升的。谢谢。我对财政局跟主计处哈有信心啦，因为哈一个女人或是一个男人要掌理一个家的财务就很不简单了，你们整个桃园市政府的。桃园市所有的一个财政跟主计哈，我是
也肯定啦、哦、那是因为有议员 的督促的督导，谢谢大家市府团队的一个努力、哦、好，既然问到这里的话，我要请教、哦、我们桃园市去年争取106年度中央统筹分配款一般性补助的时候、哦只有比105年度增加 0.65 亿，但是受限于两项税款的年增率不得以超过 0.2% 的限制，由于 0.2% 是行政命令的限制，取消或修正并未牵涉财社化财社就因为财化法的修法、哦、我们的盛市场、哦、已经、哦、多次向我们的这个主计总处反映、哦、所以说我要请问我们的主计处处长、哦，你这个修正的 0.2% 限制的这个紧箍咒令紧箍咒了吗？这一方面、哦、我们也确实是在中央、哦、极力、啊、争取、哦、再取消这个限制、哎、这样 对桃园市、哦、是不公平的、哎、是公平吗？对呀、啊、对呀、啊、哦，所以说哈、哦，统筹分配款哈、哦、计算指标哈、哦、是按照我们的盈利事业的营业额啦，还有这个土地面积、人口数，还有这个自有财产，其中自有财产是副指标，也就是说财政越好，补助就越少。桃园市人口数增加率是2%，统筹分配税款也应该要增加，对不对？是不是他是他的指标，但是他算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指标在里头，所以你的即使你增加的这个人口数的话，它的显现的这个成效并没有那么的高。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是不公平的嘛，对不对？也是不公平的。对，好，那两而且哈、哦，这个两都增加到5都了哈、哦，变成6都，造成直辖市统筹分配款就是被稀释化了哈。财政部依财政划分法让原有直辖市就有保障这个裁员的补助嘛，哈，所以说导致桃园市成为6都中唯有一个没有保障裁员的补助的一个直辖市，那要怎么办呢、啊？那我要请教我们的财政局跟我们的主计处，你要怎么办呢、啊？所以这一点的话，哈，在我们一再的跟在中央反映，除了我们去公文，我们在开会全国会议的时候，我们也提出来，对桃园所谓的不公平，就是因为我们原来是在县的时候，那么他所给我们的这个基础是低的，但是呢，我上来了之后呢，你所保障我的并不是跟其他的五都一样的水准，所以我们这个也在建议他，我们要重新设算我们的保障。拿捏的就是说，哈，现在我们的桃园市人口，哈，这个环境这么好。好，而且福利这么好，人家也都进来了，当然会增加我们的社福支出嘛，对不对？对。所以说这个增加的话，那然后我们又才会，财税法它我们又没有办法从中央拿钱回来，而且又被限制了，不予补助了。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财税法要赶快修，嘿，我们也建议。所以说你们最主要，你们两处最主要的重点就是在这边。哦，如果说我们其他。而且呢，不但是这样呢，而且我们又增加这个升格为四了哦。这个我们的公务人员，甚至于我们的约聘雇人员又增加了哦。这个因为业务很多，是业务很多，但是也可以啊，但是也是增加了这些我们的这个公务人员的一个这个人事支出啊。所以说你要各方面的考量啊。好，谢谢。既然如果没有办法补充到了，麻烦你给我详细资料。好，谢谢，谢谢林议员。啊，谢谢林议员哈。局长，李院好。哇，财政局长当了非常非常的久哈，那我想您对我们整个市府的财政也了若指掌哈。那今年是我们的建设年，哦，我们桃园要推动铁路地下化，还有新建捷运的系统，增设很多的天幕哈，天幕球场我们都知道做了很多，而且增设很多里集会所、社会住宅等等。这样子对于我们的财政我不知道是不是会影响啊，尤其目前我们市政府透过中央的补助，是不是有引进民间的资金方式啊，来减少我们财政的一个负担哈。那我想目前前瞻的计划有轨道，而且有水环境的建设、绿能啊、数位建设啊、城乡等5个建设，那当然这个经费预算
都还在立法院审嘛，哈，审理嘛，那还没有通过。那确定我们会补助，中央会补助我们轨道的部分，有铁路地下化，有捷运，还有我们的绿线中央中立延伸到机场，预算总共有多少钱，你知道吗？嗯，它是一个将近差不多十年的这样的计划哈，是它的总经费大概哈，大约就是2300亿。是有2000多亿嘛哈，那中央有补助我们1057亿嘛，对，那不足的部分呢？足的部分就是我们地方政府必须要负担的。那我们负担的部分呢，因为它有一些是自偿的，有一些是非自偿的，是那我们必须要透过我们自己本身的预算来运用的部分呢，那就是530亿嘛，537亿，对不 对, 对？那这样子我们市府要负担530亿嘛，那现在会不会排挤到其他的建设还有教育的问题啊？尤其今年的国立高中哈，今年要回归于我们本市嘛，那我想我们建设当然是很好，那负担这么的重，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教育问题？教育刚刚讲到的高中的移过来的话呢，中央它是会补助的，那当然我们必须要去配合一些经费。所以那建设的话呢，那因为它是十年啊，它所需要负担的大概每年，我刚刚讲过大概差不多50亿，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应该不会去排挤到其他的。列大头嘛，简单啦哈，因为我们的建设有捷运，有地下，铁路地下，还有很多很多的建设哈，所以你这个平衡要做好哈。那我想我们区公所公用的土地被占得非常的多哈，有400多笔，但是我去了解啦，我们八德的部分有15笔哈，那15笔只有2笔哈有收租金呐，有收租金，这是很好。那其他13笔你要去追啊，既然他占用了，那干脆就租给他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尤其哈，我们现在房舍不够嘛，我们现在的房舍不够，现在多少局处搬到外面去啊？不少，不少，还没有统计，没有统计。那你们统计每年我们要租多少的租金呐、啊？付给人家的租金有多少？应该有千万吧？千万呐、啊！那我们统计出来，我们公有的建物总共有1041笔嘛，你去把它拿出来嘛，公有的土地拿出来自己建嘛，为什么要1000多万每年这样出金？1041笔是建物，本身就已经是建物，那么这个建物呢是各机关正在使用中的这种公用。所以我希望说，能够有公有的土地把它拿出来，然后建，把所有的房舍建在一起，不用让。我们所有的老百姓哦，疲于奔命，这样好不好？好，谢谢局长。谢谢。那个啊，好，谢谢局长。徐言好。关于那个烟酒调账哈，大概是20块嘛哈，那我们执行日期也应该是在下个月的。那我想这个烟酒的部分哦。遭到私于烟品的部分会处罚吗？会不会？因为它税调整哈，每一包涨了20块，它确定是在6月12号会开始，已经行政院已经公布了哈。好，那6月12号，那这样当然你涨价了以后，当然会增加不法的歹徒萌生走私的这个诱因嘛。对。然后我们。跟中央第一个是不是行政院的海岸巡防署，还有财政部的关务署，对，及海关，还有就是内政部的警政署，就是我们的宝山总队，这些单位我们有密切跟他联系吗？有。那关于这个调涨了之后哈，税调涨了之后，走私烟一定会。难免的。那我们为了要防治呢，我们会加强，一方面我们加强宣导，另外呢，财政部已经定了有这个精进的这个执行方案哈。那么我们会配合来落实这样子的一个执行。对于海巡署啦、关务署啦、宝山总队，我们都会密切的保持联系。那么我们会加强市面的查缉。目前你所辅导的应该有640家，零售业有592家次，制造业有31家次，进口业应该有17家吧？有。对吗？嗯。这个，所以更多我们的零售业就20000多家了，20000多家嘛，零售业20000多家哈，你抽检的次数有592次嘛？对，我们那个是对，那是抽检的次数。好了，那就是说涨价了以后哈，当然这些
诱因会跑出来，因为有有利润啦，有利润人就想要做啦，所以讲咱来加强来出地，吼，这是第一项。啊，第二项就是讲咱啊各区域的区公所经营的土地啦，就是我们公用被占用土地啊，全市大概有多少笔？原来哈在改制的时候呢，开始的时候是444笔，那到目前的话呢，他们努力的结果呢，现在是剩下271笔。好，那我想问你哦，就因为那个大溪应该有7笔，杨美有25笔，大园有20笔，龟山有58笔，芦竹区公所11笔啦。那目前来讲，我们的厅舍不够用嘛，哈，被占用的部分哈，我想这些你需要给我一些那个资料。那会有因为时间的关系嘛，你给我一些资料来告诉我说哪个区块啊，就是哪一个区13个区到底有多少笔？那尤其是芦竹啦，那现在芦竹有再增加2个里嘛？那目前我们有37个里，他们都希望有自己的里集会所，还有就是国民运动中心啊，也已经有着落，但是他们还是提出共同大竹区有一个大的集会所，这个是我去他们下乡的时候有提出来的。那我想这11笔当中啊，应该适合的土地来盖公共的使用空间。第一个要有图书馆啊，第二个要有综合大型的运动广场，因为3区嘛。第一个我们有坑子区、有南坎区、要大竹区。那我想在一个大的升格以后，在一个大的都市里面啊升格以后，3区平衡发展，这是李明告诉我说升格以后。你知不知道我们有多少笔的这个被占用的土地可以活化来利用？可以吗？可以，我们可以把这个资料来做一个整理哈。那其实我们现在如果要建我们的这个公有天舍的话，我们会尽量的去找国有的土地。那么国有的土地我们来办理拨用的话呢，我们来建。然后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的市有的土地都是比较零星、比较小的面积，所以呢，要来建这样的建物恐怕比较没有。但是我们来努力，我们来。因为啊，局长，你要知道，现在寸土寸金的，像在南兴区块，你说100多坪就能盖60%到70%的，它只要190坪就盖得很大了啊。你看以200坪来讲，60%×6×22就能盖120坪，120坪如果能盖40层的话，你看那5个里就可以共用了啊。他们的意思是这样，那我想。如果是能，我们可以提供这样的资料，我们是有哈，可以。因为你集会所只要有着落，那新的里他的里长变成有一个固定的场所，让里民来做个服务，他有一个服务的场所，那里长就有一个服务里民的场所，就不用去租了嘛。对这种公共的这个集会所啦、活动中心啦，我们会鼓励哈，就是共用的方式。对嘛？我想说，因为他200坪来讲就能盖100多坪了嘛，这对这个对一个里来讲是。服务选民，因为里长应该做的。那我想升格以后，市长也很重视这个各区域的平衡发展。那我想这个也感谢郑市长还有局长，那我们一起努力可以吗？可以。好，谢谢。好，谢谢。局长，我想请问一下啊，针对于我们财政局要求我们各区公所哈，针对于我们清查我们公有土地的部分啊，我想我们都非常落实哈。有，谢谢。我想是不是针对于我们目前哈？这一两年来的状况之下，你是不是可以到过去是几笔，到现在有几笔，可以收回几笔？你可不可以说个数字一下？那个区公所哈，它被公用所占用，公用的土地被占用的，所谓公用的土地就是像道路啦这些的，它竟然会被占用，那么这个呢，就是恐怕有很多它有它的历史的渊源，所以要去排除的话，要给它一些时间哈。那我们呢，目前执行的哈，到剩下来的话，我们排除占用的有55笔，那么收了租金的有4笔，那么使用补偿金113笔哈，那么这样撤销征收的，我们甚至于还查到必须要去撤销征收的有1笔哈，那么还有待处理的是271笔。好，我想你们非常落实的清查民众占有我们公有地的部分啊，我想你们做得非常好，还要追讨公所努力对，然后要追讨5年的租金哈，我想这一点非常落实啊哈，你们对民众啊。非常落实的来执行这样子的工作，我请问一下哈，对于民众有一些他们自己的地啊，未征收已经使用的，你们怎么处理呢？我们也，你们是不是两套标准啊？没有，我们有开会讨论过，因为他确实是有，他也是他就是历史的这样的过程。现在我们桃园市中正路、中山路、复兴路，到现在还是一样，民众都还没有征收，还是一样占用人家的地啊？那你们有没有依照这样子来给人家补偿啊？
嗯，如果讲复兴路那些，那是属于中央哈，它是属于省道嘛哈，没有关系。我们主要的哈，在这种的状况下，有学校的，有道路的，有还有这个嗯，我们必须是要是应该是要去征收才可以啦。那我再特别提到的是说，但是还没有经费的状况下，那我就说这部分希望你们好好的，不要说光查民众，查的那么的积极。结果我们政府占用到民地的部分，而且给人家征收以使用的部分，反而在那边慢慢的要准备要编预算再来规划，我觉得不符合比例标准吧，不能够两套标准吧。而且啊，有的甚至于民众那个地啊，以使用未征收，结果在他们家门口，就他家门口还画停车格，就他自己停停车格还要收费。哦，那个有改进的啦，那个交通局当时是误判。那我想这部分啊，好好的来落实一下，不要让民众认为啊，我们政府有两套标准哈、啊，查民众，哇，查得很积极，然后需要给我们民众一些像这些公设地的部分啊，占用地主的部分的权益的部分，我们希望也要积极的来做维护，好不好？好，我们每年编一些预算。我们还可以检讨，如果可以撤，不用改变变更它的都市计划哈、哦，还给民众这样子。我想也要维护到我们这些。公社地主的权益啦，好不好？ 好，你请坐。谢谢。第二个，我想请教主计处长，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在你的报告当中啊，我们去年度啊，就去年预算当中，我们短差的部分多少？税入税出的部分？短差57亿。57亿啊？是。那因为去年度在审计年度的预算啊，坦白讲哈、啊，我们市政府变了1000多亿哈、啊，他们122亿，122亿，他们是打算是让我们议员啊，看可不可以多删一点哈、啊。但是我们议员啊，蛮体恤市长的用心哈，啊，删得非常的少哈，删得非常少，就让我们市政府好做事哈。但是好做事的状况之下啊，你们今年度啊的税入的部分啊，那我在这边啊，因为还没到年底嘛哈，我认为啊，你们会偏高哈，所谓的偏高就是可能会福报了哈，福报的部分，包括譬如说，我都跟你讲土地增值税的部分，你们有预定能够按照你们的期程，能够征收到你们想要征收的数字吗？没一起回答，没关系，一起回答，这一起的，你们主席跟着一起的。对，我们，这个预算哈是在去年哈8月的时候所定案的哈。那当时按照当时的这个情况来估计的。那么至于这个土地增值税的话呢，主要是根据公告限制。我现在只是举这个例子而已啦，举这个例子而已。所以说我现在其实没有高估啦。对，我现在只是跟主计处长特别提到一下哈，关于这个预算今年度的部分啊，尤其是我们议会啊那么的。用心哦，希望我们市长能够做很多的事情哦，很多的预算能够好好的能够照顾我们的市民哦。但是我希望说未来啊，我们针对年底以后啊，今天先跟你讲了哈，到时候我们税入税出的部分啊，不要到时候真的是短差更多哈，因为有些现在时机啊不是很好，包括你看房屋税的部分，包括牌照税的部分，包括很多税的部分啊，我想能不能达到预期啊？我想。主计单位真的好好的在这还有半年的期间之内，好好的针对于我们整个预算的部分，好好的来做整体的规划，是，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议座。好，那欧局长，郭议员好。早，我想请问一下哦，今天看到我们的议员都非常关心哦，我们的市政的财务状况啊，尤其哦，市政府近年哦，应该会都是有很多的重大建设哦。包括我们的铁路地下化，包括我们的捷运绿线，哦，还有延伸的问题哦，每项重大建设哦，几乎中央补助之外，市政府哦都要花上好几百亿哦。哦，譬如说铁路地下化，我们自己市府还要负担多少？市府要负担411亿。对啊，400多亿哈、哦。那捷运绿线呢？捷运绿线的话，我们必须要负担585亿。585亿，那还有延伸到中立的也要好几百亿啊，那也不说了哈、嗯。那这么多的预算，哈，市府要承担的部分，我们的财务你刚刚有提到，虽然不是一年要全数到位，哈，是有这个长期，这个是长期计划，当然是做长期的一个一个平衡。那你认为我们目前市府的财务能力，你有这个自信可以？达到平衡吗？市府预算所谓的平衡是税入税出的平衡，或者是说我编完预算是平衡的。因为呢，没有关系，我们看看哈，这个
我想哈，我们是否要负担这么大笔的预算呢、啊？很简单来讲，我们目前这个是未来的建设哦。那我们目前我们的基捷不是已经营运开，已经通车了吗？已经开始营运了吗？那我先请问你，那你年营收预估一年有多少？基捷的营收，它以它的旅客没有办法达到10亿以上。知道，没有预估过，还不晓得。对呀、啊，那势必初期也，因为他现在是在营运的状况下，他有很多的优惠的这些的方案出来，所以可能呢收入会是比较。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重大的一些可以营收的部分哦，为固定的有固定的营收嘛哈、哦，那我们现在建设已经开通的部分的营收也还是不稳定的嘛。其实这样子讲，刚刚讲到是说，将来我们的预算是不是有办法筹编的意思啦哈、哦？那其实预算的筹编的话，钱要从哪里来？我们是各年的预算在编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整个的审视我们的全部的预算，去滚动式的检讨各项的建的计划。那么有一些的呢，优先这个缓急哈，就会去做处理。那么有一些比较次要的，或许就会要去删减一些。那么或者说不需要再执行的，我们就会减列。那么然后来适应这些的需要。那么以刚刚看的呢，我们这样子的负担的经费500多亿，如果10年的话，一年50亿呢，这是在我们能够接受的。你现在的500多亿只是其中一项哦。三项、嗯、对，那因为这个我看这个计划大家，而且我们市长是势在必行的，每一项逐项都已经在 近期内啦，不要说近年啦，有因为捷运绿线口口声声说年底就要动工了嘛，我想而且铁路地下化也准备要动工了，那每一项都是这个迫在眉梢，而且时间都是紧绷在一起。因为它是轨道建设的部分，它是属于基金的，而且它有自偿性。那个部分呢，我们可以先以这个，这个基金的借款的方式来处理，会可以。所以希望哈，我们在财务的控制方面，我们都有经过这样子的检讨。嗯、在财务的控制方面，这一方面哈，我们当然要更加的严谨啦哈。为了整个桃园市哦，有这么多，刚刚讲的这个目前六都来对哦，社会福利最雄厚的同期啊。所以呢，目前我们在这个六都里面，外移人口每个月哦，人口增加数最多的也是桃园市。那社福做得好，当然人口的增加也会增加我们这个福利支出的预算。好、哦，那我想哦，这个每天我们都在承担。那希望说，在整个财务，桃园市也是六都算最稳健、最健全的。好不好？好，谢谢。好，另外啊，有关这个烟税哦，要调涨20块哦。现在这个是民间哦，虽然只是区区的20块，但是现在是民间哦，这个各处哦，这个茶余饭后最热门的一个话题。我想请问一下哦，这个烟税调涨20块，什么时候会正式来实施？请借着这个机会跟这个所有的市民公布一下，好不好？做一个宣导，行政院已经公布了哈，就是从今年106年的6月12号开始，那么每包的烟哈会增加20块的这样的一个烟税的负担。6月12号会正式来实施。对对对。那实施之后啊，因为烟税的调涨，那刚开始大家没有感觉，长期使用哦，一定会成为一种无形的负担，势必好、哦、这个走私的这个烟酒。好，我觉得这个会更加猖狂啦齁、嗯、那在防卫这个民众的这个身心健康，我想这一个部分未来也是我们要严加管制的一个重点，齁，需要去克服的一个重点。早上我在开一个玩笑齁，这个我们说齁，要叫大家戒烟哦，我想是很难哦。那调整20块为了增加税收齁，啊，鼓励大家哦来使用哦，可能会比较快一点啊。那我是觉得说，不管这个调涨是中央政策，不是我们市政府的这个市政财源是供长照来使用的。对，我知道，所以我说的这个是中央政策嘛，哈，不是我们市政府哈有办法去扭转的。我们只能说在执行政策上哈努力去配合。那我刚刚讲的哦，在这个尤其未来怕走私烟酒这个部分。会更加的
会更加的猖狂，更加的严重。希望在这个区块，我们的稽查也能够更加严谨一点，为我们市民的健康好好的把关，好不好？好，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谢谢郭丽华议员哈。那谢谢主席。那在这边呢，我想就交给我们那个主计处处长，你那个几月到任的？1月16号。1月16号，所以今天也算你的第一次喽。是。哦，第一次站在那个做我们的那个工作报告以及说明，啊，及面对我们的议员的一个答复咨询嘛，哈，是不是？哎，是。那你之前有没有类之前的上一任是在哪个单位做服务？行政院主计总处，主计总处是，所以有面对过这样子的一个那个咨询，跟议员面对面，然后做这个咨询答复的一个，没有，只有经验是去过立法院。哦，是哦，所以这 OK， 好，加油哈。那我在这边想要请问一下，谢谢，那你一月到任到目前来讲，对于我们桃园市的目前来讲，一个税入跟那个税出的部分，应该是有了解了吧？有了解了哈。好，我现在是要想要聊问你的问题，就是说，请问一下，就你到任嘛哈，到目前截至目前为止，我们本市的总预算的部分，它执行的一个情形，那针对各局处他们目前执行的绩效，你们这边有没有一些相对应的一些措施跟方法？对于税出预算的执行呢，我们都有做出，每个月都有做出执行率啊。那因为第一季因为每那目前执行率是多少？83。目前执行率是83。是到四月。到四月为止。是。那目前来讲，跟其他局处他们的个别的执行率，你们有没有在做好一个控管、一个了解？有。那目前执行率比较缓慢的，或者是上位是哪一个局处？执行率比较好的啦，我们先说好了。现在目前来讲，执行率最好的是哪个单位？你不是说有在掌握啊？我们先说最好就好，我们不要说最好。教育局、警察局。哦，教育局、警察局目前是执行率最好的。是。那如果说需要辅导的，是哪几个局处？需要加强辅导的，我们这样讲好了，比较客气一点，比较需要再加一把劲的，大概是各区的公所。哦，各区的公所的部分。是。那针对这个加强辅导部分，那你们要如何加强辅导？因为是第一季哈，因为有些那个计划的推动都是在规划阶段，有些他们会比较慢一点。那我们已经第一季，我们已经发函出去了，请这些那个进度呢，比较需要再加力一点的那个机关呢，我们请他呢能够尽速来，请他们多多加油了哈。对，因为基本上来讲的话，这有关于很多的一些民生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建设嘛，对不对？是。那你如果说你执行相对的话，是对于我们民众他可能面对在一些建设的一些感受上面，会觉得说，是不是我们是否我们总预算啊，我们的经费也给你们了。但是在咨询的部分好像也没有看到很多的一些成效或成果等等，有一些部门的话需要你们再多多去加强辅导，好不 好。那在这边我还要再问一下，有关于像刚才有议员提到嘛，哈，我们现在目前这几年都是我们桃园的建设年，有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重大的建设等等之类，我在这边想要请问一下处长，这些钱当然除了我们地方自筹款一样，也有那个来自于中央，来自于我们地方的自筹。那这些预算未来你们要大概要朝哪个方向来去做一个编列？那是不是全部都是以举债来去做因应呢？我想哈，预算的筹编呢，当然呢就会先考量哈我多少税入啊，然后呢再来配置。那在这个配置当中呢，当然会来检讨。既有在执行的这些计划里面呢，有些是不是已经执行完了，有些它的计划是不是有延后，我们会把它提成再重新检讨，然后再控出一些额度来优先容纳这些重大的建设，然后在不足的地方我们再考量
举债或者是引进那个民间资金的方式来办理。好，我们在这边还是期许说哈，我们市政府还是秉持着开源节流的一个方向了哈，来透过一些交通的建设哈，来增加一些土地联合开发的一些效应哈，我们尽量就是朝这个方向来去做努力，好不好？好，好，好，剩下十秒钟，好，处长，我最后还是希望说哈，因为你刚刚有很多议员都在关心有关于那个烟税的问题嘛哈，烟税要调涨了。谢谢，请坐。接下来我们请谢章文议员发言，谢谢。好，谢谢副议长哈，那个财政局欧局长哈，谢员好。我想呢，今天哈要跟你讨论一些有关于我们桃园市政府哈那个中央经费争取的问题，还有有关于我们桃园市政府哈我们财务控管的这个问题啊。那第一个呢，我想我们已经在议会讲过很多遍了啊。我们桃园市哈，我们每一年的这个创税哈，其实都是几乎都是全国第一啊。那以最近这一两年来讲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创税能力呢，大概有2000亿这么多哈。那个2000亿这么多，但是呢，上缴中央的这个税哈，大概有2000亿。可是呢，长期以来，中央对于我们桃园市的经费的这个补助啊，却没有相对的这个公平的这个对待啊。那其实很简单，从几个方面来看啊，中央呢补助呢地方的这个科目来说啊，大概可以分为统筹分配税款，那么还有这个一般型的这个补助，还有计划型的这个补助啊。那我觉得我看到一些数据的一个统计之后呢，我忍不住的啊要替我们桃园市民叫屈。那我也觉得我们财政局应该督促啊我们桃园市政府的各个科局处室啊，努力的去争取一些所谓计划型的这个补助经费。那甚至呢，我觉得应该要结合我们的这个立法委员啊，那么去赶快的促请哈、啊、立法院能够快速的来通过这个财划法啊，否则的话，长期以来真的对我们桃园市民哈、啊、是很不公平的啊。我举这些数字哈、啊，那个提供给局长做一个参考哈。你看这个统筹分配税款的这个部分啊，那桃园市呢只比台北市呢得到这个399.98亿，新北市呢获得的补助是294.45亿，高雄市获得是279.42亿，台中市得到245.66亿的这个补助，我们桃园市呢只有188.16亿，台南市呢是186.54亿啊，我们只比台南市多了1.62亿啊，那是排名六都倒数第二。那有关于一般型的这个补助呢，台南市获得了140.93亿，是六都里面最多的，高雄市呢得到138.59亿，台北市得到89.35亿，台中市得到87.93亿，新北市得到81.29亿，我们桃园市啊，那么只有这个台南市的这个不到二分之一啊，我们只得到我们只得到57.68亿啊，是六都排名最后殿后啊。那有关于计划型的这个补助呢，105年度中央对于各直辖市补助的这个总经费是478亿，但是我们如果呢按照六都去做一个平均分配的话，我们桃园市至少要争取到80亿的这个预算，才对得起我们桃园市的这个乡亲。可是呢，我们桃园市呢只争取到72.8亿，占这个中央补助直辖市的这个计划型的这个补助经费呢，只占了15.2%啊。那106年到目前为止哈，这个中央呢对直辖市的这个补助金额呢是501亿，但是到4月份为止，我们桃园市只获得了49.3亿啊，那么占那个总的这个预算呢是9.73%，排名六都第六啊。
所以局长，我就请教你一下，你面对不管是一般型的这个补助、计划型的补助，或者是统筹分配税款的这一部分，桃园市固然哈升格直辖市是比较慢，可是相对的，我觉得我们在这部分哈应该要补助比较多一点，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长期是受到这样一个不平等的这个对待呢？就是因为现在的财政收支划分法啊，它里头的中央统筹跟一般性的补助款啊，这个它都是用公式化的计算。那么公式化的计算呢，它的这个指标还有它的这些的基础呢，就是对我们桃园是不利的，所以我们要赶快修。那个局长，对，我知道嘛，你中央它现在在做这个相关这个补助的时候，其实它只考虑到人口跟面积，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盈利事业单位的它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营业额，对不 对？但是并没有把我们桃园全市的财政贡献度还有我们的这个工业产值把它计算到里面嘛，对不 对？你看我们长期以来我们地方上花了很多的经费去做环境的这个改善，去做交通的这个改善，去做那个污染的这个防治的这个工作，这个都要花我们地方上的这个钱呢，对不对？可是却很多的这个公司却在其他的县市做这个涉及，对不对？缴税缴到其他县市去，那对我们来讲是很不公平的啊。但是即便是如此，我们每一年上缴中央的这个税还是高达将近2000亿之多嘛，对不 对？那我们应该其实我们桃园市变成是中央的一个金鸡母，对不对？那你中央不把这个金鸡母照顾好，反而因为我们的财政贡献度高，那或者是因为我们其他的这个财务控管做得很好的话，那就不给我们补助经费，这不是有点那个本末倒置吗？ 对不对？所以在这部分哈，我希望财政局长哈，你能够跟我们市长还有那个特别跟我们的这个立法委员哈，想办法去把这些预算哈做高额度的这个争取，那这样的话对我们桃园市民才能够有一个交代嘛，好不好？这是有关于中央经费的这个争取的部分。那第二个呢，有关于财务控管的这个部分哈，我们刚刚很多议员已经讨论过了啊。我想这个我们的这个从你的这个工作报告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到目前为止哈，我们的长短期的这个实际的未偿。